这是骑兵用的弓，王府里没有。骑兵的弓箭跟步兵的弓箭其实不太一样，通常来说步兵的弓箭威力更大，骑兵的弓箭更加轻巧。师父所用箭羽上的羽毛不是雕就是鹰，每一根都是师父自幼狩猎获得。这是鹰的。白鹰羽的还有吗？当然，白鹰羽一直收着，无人敢动。拿过来吧。是。师父十年前打到过一只白鹰，极为罕见，羽毛上一点杂质都没有。师父自从打到就一直让人收着，不舍得制箭。三根白羽可以做成一支箭，这一盒刚好可以做十支，你不用上阵杀敌，够用。给我了。反正白白放着也没有用，倒不如做成箭送给你，就当做明年的生辰礼物。师父总算是不敷衍了。我什么时候敷衍过？每年都送几步，就没有比你更会偷懒的吗？那是王军多年为民血战的佐证，每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份礼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